好，下面请您欣赏相声《全德报》，表演者岳云鹏、史爱东。感谢您的掌声鼓励。是，今天是一个好日子。什么日子？5月2号劳动节的第二天。你这脑袋让驴踢了是怎么着？5月2号劳动节的第二天啊，是不是啊？您要说下半宿还差不多，是不是？是第二天，是五一劳动节。五一期间呢？啊，五一放3天假啊，之前是7天假，原来是，现在是3天假。哎，不过放几天假没关系。怎么着？您常来听相声，哎，放不放假都常来。啊、您来可是来，您怎么着？买票。哈、啊、嗨，这不废话，不掏钱不让您听啊，我们就这样，原则就是这样啊，这您管不着，做人要有原则、啊、你算人吗？当然是、啊、吓死你了。是，都来听相声啊，相声好啊。怎么着？能使人发笑，逗人一乐。嗯啊，相声演员呢，嗯，也爱说相声，那是靠研究相声。对，相声这些个包袱、嗯、这些个笑料，嗯，打哪儿来的呀？怎么来的？生活中来的。怎么从生活中来的？艺术来源于生活，而高于生活。哎、啊，有这么一说。生活是什么呀？什么呀？生活啊，就是一个七日啊，接着又一个七日，每一个七日都离不开柴米油盐酱醋茶。您这没少看这节目是吗？我特别喜欢这节目啊，说的很有道理。对对对，大家伙儿都来听相声啊，好好听。是啊，别举着相机啊，管人家呢。你都爱听啊，都爱说相声啊，演员爱说相声啊。你啊，这位爱说相声。对呀、啊、听说啊，这些个相声演员啊，眼力都很好。是，反正看什么都是八九不离十。八九不离十。哎，对对对。那你看看我怎么着。我啊，是一个干什么的？您这脑袋大脖子粗，不是大款就伙夫，大款不是，您烧锅炉的。烧锅炉跟伙夫有什么关系啊？那烧锅炉不就伙夫吗？你不懂。那就掉井里头了。我什么掉井里？那什么叫我不懂啊？你不明白。那您说说您干什么的？我可以告诉你啊啊，但是啊，请你助力住了。为什么呀？助力住了啊，我一说出来啊，你害怕，嗝屁了，怎么办？那我说该嗝屁还是嗝屁，我拿着这管什么用？还带走一把扇子，啊，最好扶住了。我站住了，您说站住了 啊，我没那么胆小，我怕把你吓疯了。啊，不至于，不至于，容易疯。我已经疯过了，好了吧？啊，对，好了，也是让你给吓的。啊，听着啊，啊，您说您干什么的？我，嗯，我是一个。你先撂下行不行？你管人家呢，人续茶呢，啊，一会儿再续，一会儿再续。你赶紧说你是干什么的？我怕他不听。人家天天听你，人嫌你贫了都。下月人就调工作了，啊，你说你干什么的？听好了啊啊啊！你先助力住了成吗？我是一个啊，戏子儿。我听说过鸡子儿，还戏子儿。什么叫鸡子儿啊？那什么叫戏子儿啊？唱戏儿的。您是个戏曲演员？什么？戏曲演员？不、哦，怎么着？不敢当。什么不敢当？演员这个词啊，太神圣了、啊，太伟大了、哦。这个词我不敢当。哎呦，您真谦虚。嗯，那您是大师？哎，您真臭不要脸，我跟您这么说。啊，您是个大师。那是啊。您唱什么戏的啊？唱什么戏的？你助力住了 啊，您甭管我，您就说就成了。站好了啊，我一会儿我说完啊，啊，不至于啊。啊，您说您唱什么戏的？听哪啊？啊，嗯，这是什么戏啊？这个还没说呢。啊，您赶紧说。高腔，一调高腔。嗯，哎呦，疯了吧？不，这不至于疯，这不至于疯。听说过啊，但是现在从事这行业的人可越来越少了，不多了，哎，太少了。对，高腔，嗯嗯，您回去拿那个上网，嗯、拿电脑查啊，什么 Windows 啊，什么百度，您搜啊，搜一下，什么谷歌也行啊，谷歌也行啊，搜
高腔、啊、没有了，我、哦、没有这个了，太少了。是啊，那位说了，那你怎么学会的呀、啊、您怎么学会的？跟您讲解一下啊，这是我爷爷的爷爷啊传给了我爷爷的父亲，我爷爷的父亲把他传给了我的爷爷，我的爷爷传给了我的父亲，我的父亲把他传给了我，我把他传给你。哎，行了，你们家够乱乎的了，我不凑这热闹了。您跑这传辈儿来了啊？不就一调高腔吗？怎么了？我也会唱。倒霉模样，你看，什么叫倒霉模样？我也会唱。我还跟您这么说，我还跟他们彩唱过呢。不能够。您瞧，倒霉模样啊！你还彩唱过呢？对呀、啊。哎啊，高跷这一首你彩唱过？对呀、啊。高跷，哎，你彩唱过？高跷，高腔，您这说高跷去了？什么？啊、高腔，一调高腔。高什么不吃饭呢？什么叫高什么不吃饭？搁什么不吃饭？还高什么不吃饭？切，高腔啊！啊，离我远点。干嘛？不爱理你，知道吗？不爱理你，倒霉模样，你看看。别把我玷污了，知道吗？我玷污你，我太不开眼了，我。天底下没人了，是怎么着？我还跟您这么说，我跟您说，真会唱，我学过。是听你的，是听你的。是不是谁听我的？你会去呗。您知道我怎么会的？你怎么会的？你先问你爷爷的爷爷怎么会的。跟我这会唱，会唱，有缘的。不是这干嘛呀？不爱理你，知道吗？要不咱俩来个小哑巴行吗？那唱什么高腔啊？还啊？您给我们唱一下。在哪儿？在这儿。在这儿啊？唱不了。怎么唱不了？跟我配的人没来啊。跟你配的人没来？你从总站出来的是怎么的？你这可有点玷污这那群位啊，这猪流感是你传的吧？你说话能好听一些吗？什么叫好听一些？那什么叫跟你配的呀？跟我配戏的人呢？那您把戏字带出来呀。不是，跟您配戏的呗。我跟您唱一回成吗？咱俩配一回。不是，你注意用词，咱俩配一回戏。对呀、啊，啊，你以为呢？我还不爱理你呢，我也以为是配戏，你知道吗？啊，您要不然您来呀、啊？别，您说挑一出戏呀、啊？还得挑戏呢？啊，有这么一个环节啊？对呀、啊。行啊，啊，跳吧。不是您来啊？谁呀、啊？您挑戏啊？我哪能挑戏？我专业呀、啊。是啊，您唱哪工的？我会一万多出了。全加起来也没一万多出啊，哪有那么多呀？你都没听过这人。您说说。我来问你啊，这出戏你听过吗？哪出啊？寡妇门前是非多。没听过。完了。没有没有。还有这出。哪出？一个光棍激情的一宿。听过吗？这合起来是一出戏。还有一名字叫你的父亲和母亲。哪有这戏呀、啊、这都是现代戏啊。现代戏咱们不唱，哪来的现代戏？这都啊，这都哪来了、啊、我自导自演呢。不是你找瞎呢是怎么着？我找什么瞎呀？我你不是说你自己导自己演吗？那不瞎了吗？自导自演。我疯了。我你什么叫疯了？我自己导我自己演。你刚才说的自编自导自演集于一身呢。哎呦我家伙，知道雌雄集于一身。梅厅长您真有能耐。那是啊。不是您到底是唱哪一工的啊？不是您唱哪一工呢？啊？你别说你们那黑话行吗？我这是黑话，您唱什么行当？
你这么说不就明白了吗？唱哪工、唱戏分公母吗？还哪工还？你又跟配种站有关系啊？生旦净末丑，嚯，神仙老虎狗，行，这都行啊。就最后那一样您行？哪有啊？生旦净末丑，您全程全能啊我。哎呦，那真是太好了，您这种人才真是难得。那是啊。那这样得了，我说一出戏，我就会一出。你才会一出啊？就我这，那我这跟您比不了啊。嗨，你说吧。我就会一出《全德报》。嗯啊，不是你纳什么闷儿啊？《全德报》这出戏您没听说过？是我听说过呀。啊，您听说过？当然了。啊！到现在一共盛行几本，您知道吗？你说。我说啊，您看对不对啊？啊！盛行一共八本。嗯。对，是吧？对。头本官榜。二本别女，三本入府，四本招赘，五本洞房，六本训女，七本考童，八本荣归。对呀、啊，这么八本。对呀、啊，啊，唱吧，唱别，这故事内容您清楚吗？还有内容？对呀、啊，这故事梗概意思。那您给观众说一说。我人家全知道，我跟您说说就得了。啊，我懂啊。您懂，您掉井里头了，懂。我跟您说啊，这事儿啊、发生在唐末宋初，也就是五代残唐的时候，有这么一位落魄的将军叫高怀德。高怀德是少不得志，妻子亡故，留下一女名叫桂英。因高怀德的父亲与后周红主郭威有仇，所以他不能入朝为官，怎乃家境贫寒，难以度日。无奈之下，他向窦燕山窦老员外借了这么文银300两，让他的义子高同出去贸易，也就是做生意。高同这一走就是3年，渺无音信。这一日，高怀德走在大街上，看见了招贤榜，朝廷要招考武状元。高怀德心想，我何不更名改姓，进京求取功名？但转念一想，不行，因为他的女儿高桂英年方16、17岁，留在家中无人照料。回到家中，他就把自己的想法告诉给了女儿高桂英高小姐。他让高小姐进窦府为奴，以顶着300两文银的利息，并立有一纸文书以示全信。高怀德走后，高桂英高小姐拿着这一纸文书进了窦府，说明来意。窦燕山窦老员外呢，也是深明大义，不但没让高小姐为奴，反而收她为义女。这一日，窦府里来了一位投宿的客人，此人姓石，叫石守信。石公子长得是一表人才，文武兼备。窦燕山窦老员外呢，经过与石公子一番攀谈之后，对石公子是十分的喜爱，就把自己的义女高桂英高小姐许配给他为妻。洞房花烛夜的时候，石公老爷见妻子高桂英满脸泪痕，大为不解，再三追问之下才得以真情。听完不由得暗挑大指，罢了，高怀德就是我那嫡亲岳父，也就是他老丈人，真是个信义之人，我何不也借机进京求取功名，待我翁婿双双荣归之时，我再与小姐完婚不迟。想到这儿呢，他就把自己的想法告诉给了妻子高桂英。高桂英听完是当即点头应允。夜半三更时分，打开花园后门，放走了石姑老爷。次日清晨，老院工发现花园门大开，马棚之内又不见了石姑爷的马匹，是大惊失色，立刻报告给了窦燕山窦老员外。窦老员外得知大怒，把义女唤到堂前加以训责。这段就叫窦公训女。你激什么动啊？啊，我没明白。你糊涂这个。你再说一万遍。我疯了，我说一万遍。啊啊，累死我，你打算怎么着？听明白了。您早就应该明白。哎啊，真卖力气。那应该卖力气。这位真卖力气啊。你这么卖力气啊，我也卖回力气。您咋算？咱把这八本都唱了。别去，八本都唱了，明天天亮了，您知道吗？啊，咱们掐去两头，不唱当间儿，那就没得唱了。啊，咱们就唱当间一折。当间儿？哎，哪折？训女。训你？训最好训你。
你不是说训你吗？训女。女。女。No way 女。没有 way。训女。No way 女。哎，对对，训女。训女。行，好吧，来吧。别的，现在别唱了，咱们分分人物啊。这戏还有人物呢？废话，哪戏里没人物啊？哎呀，还有人物，啊、行，分人物。那我先挑了，挑吧。我来这斗工。你吗？我斗工。我斗母。我斗蛐蛐。我斗油葫芦。我斗三影。我斗大闸蟹。我斗那小黑小子。我斗那大胖娘们。你指，你指。你就干这成着呢，我逗大人，我逗小孩，你又来了，我逗燕山，逗老员外，逗大人，这是剧中的一个人物。哦，这是一个人物。对呀。嗨，我说你是混蛋是怎么着？啊，这谁来？我来啊。那我呢？您来逗夫人呢？逗夫人啊，您这生旦净末丑全程。对呀。啊，行行行，后边还有六个呢。还有六个呢。对，行，怎么着？我先跳。您先跳干嘛？跳完了是你的，我专业啊。您专业，我把那个不好来的我来。哎呦呵，这您真仗义。哎，行吧。我说头一个，我说丙氏的老院子。这老院子是啊，吴老生。嗯，有唱有身段。我来。您来。有唱有身段呢。哦哦，我专业呀。啊，是是是是，行行。小丫鬟。小丫鬟是沏茶倒水没什么事儿。你来。这我来。你来你来。石守信。石守信是石姑老爷。石姑老爷啊。姑爷。姑爷。我来。你来的就是傻姑爷啊。我来、啊、高桂英。高桂英是啊，石守信的媳妇儿。你来。我来这个。嗯，高怀德。高怀德是高桂英的爹。我来啊。这你来。嗯，高同。这高同是高怀德的义子干儿。哦，高怀德的义子干儿。对，这个我来。那我就知道，合着我不是你媳妇就是你儿子是吧？啊，像。我像什么像啊？甭废话，您化化妆 啊。哎，对，区分一下人物啊。化化妆啊，这个唱戏啊，啊，得穿衣裳。您干什么不穿衣服？除了洗澡，全得穿衣裳。啊，对对对啊。穿衣裳同时呢，啊，咱还得化化妆，区分人物吗？嗯，区分出男女来。我逗夫人吗？啊，对呀，对不对？啊啊，夫人呢，啊、就得有个夫人的模样。哎，对对对，包括暖了暖气的。哎，您发音还是不算太好，啊，还暖了暖气的，啊，您看这个化妆比较简单，包个头，区分一下人物。您看我们这位没有化完妆，保准好看。您一会儿注意上眼，特别的漂亮，我说，呵。这家伙看我的眼神妩媚吗？哎呀，这您的眼神谁瞅得见呢？还没手机那镜头大呢，我告诉你。听不清，听不清。您把耳朵露出来呀、啊！您这倒好，破茶壶一个半儿，您露出俩耳朵了，这耳朵又进去了。您把这儿松着点儿，您这要自尽是怎么着？哎，这家伙，您这妊娠反应都勒出来了，您快点成吗？行，又改偷地雷的了。这回您听见了吧？嗯。啊。来吧。来，搭到桌子。行。啊。我一个手搭行吗？不是，您把这口松点，俩手搭。谁让你自己勒那么狠的？怎么搭桌子呀？分出前后台了呀？桌子前头。前台。桌子后头。后台。桌子。那是就是桌子，我还得搬把椅子。行行行，哎，要不我去搬吧。来吧，我去搬吧。我来吧。我去搬吧。我搬。你都搬来了，这人，好家伙，他在那没动地儿，真是，哎，放中间，啊，来吧，这文武场咱可没有，那怎么办呀、啊？咱拿嘴学哥德罗，拿嘴学哥德罗，哎，打冬秋罗，冬秋罗，哎，对，简单的，您明白了吧？明白了，咱们就归后台，来呀、啊，好吧。
馄饨，馄饨，两卖早点的。你不是说馄饨吗？我说馄饨，我这是叫板。跟谁呀、啊？不是，这他们没有，您别帮着忙。我跟谁本事？叫板，我这不要出场了吗？这一时您忘了，叫板吗？叫板，我呢？啊，那您呢？那随着我就啊，行啊，馄饨随着。我说什么您是什么是吗？你不是让我随着吗？您别圆事儿成吗？行啊，馄饨。哎，不是哪有这么一声啊？女人嘛，女人没声啊，男人叫板，馄饨。出来出来出来，你也不先累的，打起没完了是吗？啊，是挺累的啊，这是挺累的。三棒半到台口，三棒半到台口。哎，对，我怎么区别这个三棒半呢？哎，您看我腿呀，啊，东台腿、秋落腿，三棒半。我看腿就行。哎，对对，好好好啊，您还记住了？嗯，跟我同场上，错不了啊。明白了吧？嗯，再来再来，东台腿、秋落腿，东台腿、秋落腿。嗯，馄饨。咚！哎哎哎，秋啊秋啊秋啊，落腿啊！你不秋我怎么落腿啊？你不落腿我怎么秋啊？全耽误了，不是您快着点成不成啊？我嫌我这太慢了啊！您快着点，快着点啊！错不了，馄饨，动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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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我这腿抬不起来了，那怎么了？您按照刚才那节奏，冬秋找好节奏啊！对呀、啊，错不了。三棒半淘淘，再来啊！馄饨，冬秋冬秋冬秋冬。哎，这怎么个意思？半棒，好吧。朝来长我秋河，不是你亮你大屁股脸管什么用啊？在这儿，该您唱了，该我了，你甭指了，这么快？多心我这唱完了，再来一遍。朝来长我秋河。瓜子儿花生给的多，不是这词儿啊，不是这词儿，那什么词儿啊？我是朝来嫦娥骑永鹤啊，你是闲人堂前猎绮罗，还是老词儿啊？对呀、啊，再来，再来，再来，我又一遍，朝来嫦娥骑永鹤，瓜闲人堂前猎绮罗，哦。甩签儿，甩签儿，这是啊，夫人啊，汉子，你跟我到这儿玩老婆汉子来了是吗？那应该呢、啊、你称呼我老爷呀、啊、老爷，我称呼你夫人呢。那你应该喊我姥姥啊。我两口子啊，老爷啊，老爷啊，行啊，夫人啊，汉老爷、啊、我汉朝的老爷啊，夫人请坐，老爷请坐，夫人请坐，老爷请坐，夫人请坐，老爷请坐，夫人请坐。夫人，啊，老爷，你我的女儿哪想去了？你问你我的女儿么？正是。俺不知道。不起来，起来，起来！我坐一回容易吗？起来，起来，起来！大胖，真的。
不能说你不知道啊啊，你得用这老词儿啊啊，妾身不知，但听院子一报，还是老词儿啊？说出来又老词儿。再来啊，夫人请坐。老爷请。夫人请坐。老爷请坐。啊，夫人。啊，老爷。不知你带职了吗？这是戏里的词儿吗？那你在这儿怎么蹲着拉上了？你说，我带着心相印呢，行吗？还心相印，你还真用名牌。夫人请坐。老爷请坐。你别往我这儿扇了，成吗？啊，夫人。啊，老爷。你我的女儿哪厢去了？你问你我的女儿么？正是。妾身不知，但听院子一报。天到了这般时分，为何不见院子宝来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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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院子宝来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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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宝来。宝来。宝来。宝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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我一生的清白啊。你不是让我报吗？你报我干嘛呀？那报谁呀？你一赶二啊。报人人不抽我呀？这这这我都要抽你啊。你夫人赶老院子秉事的老爷，你该秉事了。该老院子出场啊。对呀。做不了啊。这时候又想起来了。来呀。啊，夫人请坐。啊，夫人。啊，老爷。天到了这般时分，为何不见园子宝来？园子宝来。园子宝来。宝来。宝来。宝。咚咚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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咚。秋。启禀老爷，大事不好。何事惊慌？没事。没。没事不成，你得说有事。哦。何事惊慌？有事。有。何事？不知道。哎，别起来。我哪知道什么事儿啊？这儿有您一句词儿啊。还有一句词儿呢。对呀、啊。什么词儿啊？昨夜晚三更时分，石姑老爷与我家小姐在后花园内洒泪分别。还是老词儿啊？说出来又老词儿。再来呀、啊！啊，夫人请坐，我也甭让你了。天到了这般时分，为何不见园子宝来？园子宝来，园子宝来，宝来，宝来，宝宝。咚咚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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秋，启禀老爷，大事不好。何事惊慌？昨夜晚三更时分，石姑老爷与我家夫人在后花园。把我媳妇拐了跑了，这不是你说的吗？与我家小姐。小姐、啊、对呀、啊、再来再来。原子包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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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咚咚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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累死你咚咚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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秋，启禀老爷，大事不好。何事惊慌？昨夜晚三更时分，石姑老爷与我家小姐在后花园内洒泪分别。你乃怎讲？洒泪分别。啊，哎呦，你跟我瞪什么眼呢？瞪什么眼呢？瞪眼就谢你。我可告诉你，嗯，你可吃着我呢，你穿着我呢，你喝着我呢，你带着我呢。我问你，你凭什么抽我？凭什么抽你？跟我瞪眼就不行，知道吗？今天中午吃的麦当劳我掏的钱。说麦当劳打车上园子我掏的钱，知道吗？16.5元，知道吗？哎呦呵，这都哪年的事儿了？我跟你说，我问你，我是谁？你臭说相声，谁逗你谁呀、啊？你是谁啊？你是谁？你管着吗？不是，瞪眼就冲你，瞪眼就冲你。我跟您说呀、啊，瞪眼就冲你。我跟您说呀、啊，我没冲您瞪眼。那冲谁瞪眼呢？是我扮演的这剧中人物和您扮演的这剧中人物
这俩人瞪眼。我没冲您瞪眼。哎呀呀呀呀，对不起了。这个啊，对不起。您明白了没有？明白了。我跟您说，我是您老爷啊，你是奴才啊。好家伙，我一瞪眼，我这一发威、啊、你这上来就抽我。有这样的吗？我有一跟我瞪眼的。我说您不能这样，跟我瞪眼就歇你。哎，行了行了，我说您消消气儿成吗？哎，您消消气儿。我跟您说、嗯、您得害怕。害怕？对。怎么害怕？对，俗话说得好啊、嗯、老爷发威、嗯、奴才撒衰呀、啊。啊，老爷发威，奴才撒衰。奴才撒衰。对。在哪儿？在这儿。对呀、啊、我打了点。不是，没让你嘘嘘，这不你说的吗？那是撒碎，就是你害怕的意思。我怎么害怕？哎呀，害怕到什么程度？就把你给吓的呀。啊，我跟你说吧，仿佛就是上天无路、嗯、我就不用你啊，下地无门。嗯，我跟你说吧，恨不能地上有个地缝，嗯，你都要钻进去躲躲去。我明白了，把你吓成这样。我明白了啊、你是老爷，对，我是奴才。哎，你跟我一发威啊，我就害怕。哎，害怕到什么程度？嗯，上天无路，对，入地无门，没错。地上有个地缝，我恨不得钻进去，那么一种感觉。您明白了？明白了，明白了。错不了，咱再来一回，再来一遍，从头来一回。呵，您过瘾了，过瘾了，可把我累死了，我也累死了。啊、行，听您的啊。嗯，馄饨，馄饨，冬秋，冬秋。秋冬，哎，半棒是吧？半棒。朝来嫦娥秋河，仙人堂前猎绮罗。哦，啊，夫人。啊，汉老爷。我还是汉朝的老爷。啊，夫人请坐。老爷请坐。夫人请坐。老爷请坐。夫人请坐。这回他自觉了啊。啊，夫人。啊，老爷。你我的女儿哪想去了？你问你我的女儿莫正的是妾身不知，但听院子一报。天到了这般时分，为何不见园子宝览？园子宝览。园子宝览。宝览。宝览。咚咚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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咚。启禀老爷，大事不好。何事惊慌？昨夜晚三更时分，石虎老爷与我家小姐在后花园内撒泪翻了米。你打怎讲？撒泪啊！啊，不是，你这干嘛呢？我找地缝了。别看了你。